手太短了、喔。在那里，再靠近一点点看看。也是摸不到。怎么办？那都摸不到，那你要不要透过工具去摸它？嗯，好。来，爸爸手借你摸它。摸不到。我也摸不到，爸爸也摸不到，爸爸手还不够长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不要摸它了，我们就看它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就用脚。哎、欸，用脚，你用脚，它会不会不开心啊？就好像有人用脚去摸你，你会开心吗？会。这真真假的，用脚去摸你，你会开心？你还要用脚哦？你脚够长吗？有摸到啊？没有。对啊，脚试试看。不行，我脚太粗了，我不想用。嗯，你看我脚太粗了，我这个会卡住这个门啊，会卡住啊！不要。